我想和我爸爸单独说说话，你们不要来打扰。好的。小智，快看看我爸爸是什么情况。报告主人，患者是急性脑出血，病情十分严重，已自动为您生成治疗方案。还好这家医院什么器具都齐全，小智，开始治疗，总算稳定了。恭喜主人达成鬼门关守门员成就，获得经验200，等级升至3级，请领取升级道具。好了，关闭。晴晴，爸，是我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忽然脑出血？是叶天意。叶天意，他不是下毒吗？而且早就被我发现了，爸爸怎么会脑出血？那小子心术不正，收买了我的助理，要给我下毒，可惜被我发现了。我去找他，希望你们解除婚约，没想到他竟然把我从楼梯上推了下去。那个混蛋竟然比我想的还要歹毒。爸，你放心，我没有嫁给他，不过我一定会给他一个教训的。不，爸不要你去报复，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他有胆子做，就必须要付出代价。雪晴，你长大了，你看起来好像经历了很多事，不再是那个被我保护起来的小公主了。是啊，爸爸，只是我为了现在的长大已经付出了2世。被跟踪了，车子是陌生的，难道是叶天意派来的？喂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本小姐喜欢你是你的荣幸，轮得到你拒绝吗？上一世陆雨婷表白一个园丁被拒后，把人家推到池塘里淹死了，该不会就是这个男人吧？我有钱又漂亮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你说话啊！喜不喜欢和有钱漂亮没有关系。哟，这是在干嘛呢？雨婷表妹，你还没走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插手我的事情。你是陆家人，我也是陆家人，这又是我的别墅，我凭什么不能插手？转过头我瞧瞧。你好。哇，怪不得陆雨婷这小妮子喜欢，确实好看呢。喂，你别打他的主意，他是我的人。小妹妹，我这辈子只喜欢一个人，那就是你哥，别的男人再优秀也优秀不过他。你刚刚说什么？